12米智能随动式布料机。普士林12米智能随动式布料机主要用于地下及地上构筑物的混凝土浇筑。整机由底座、大臂、配重臂、配重和吊管五部分组成。设备具有自动、随动、点动和人工四种操作模式，各模式间可自由切换，确保使用顺畅。自动模式下，设备能以底座为原点，按需生成路径，在覆盖范围内进行自动布料，过程中人员可随时介入，满足多场景的使用。利用自动布料均匀度高的优势，可联动混凝土施工系列机器人，实现布料、整平、抹光全过程的自动化作业，大幅减少了工人的用工量。随动模式下，布料机根据操作人员对手柄发出的运动指令，通过算法驱动大小臂联合运动，免除人工牵引大小臂的用工需求，实现一人轻松完成布料作业的效果。另有点动和人工模式，满足不同用户的使用需求。博士林12米智能随动式布料机操作简单易学，传统混凝土施工工人经过15分钟培训即可上岗操作，相对于传统主流产品，节省2名布料工人，使用寿命更长，为客户创造更大经济价值。